迷你世界中的怪物会骂人，并且骂得特别难听。我要吃了你。伙伴们，有人说迷你世界中的皮肤都不会说话，都是哑巴。错，伙伴们，其实迷你世界中的皮肤有两个人会说话，如果你还不知道，点个赞，谢谢。两个人，一个是男生，一个是女生。伙伴们，如果你不知道，评论区扣个一。众所周知，迷你世界中的皮肤都不会说话，不信你们听。这是弥斯拉的叫声，对吧？我们在听兔美美的声音，是笑声。这是胖达的声音，伙伴们。弥斯拉、兔美美和胖达，他们是迷你世界最老的角色，他们不会说话，但是迷你世界有两个人会说话。伙伴们，迷你世界第一个会说话的人，他就是齐天小圣，你们听。俺老孙来也。他说的是俺老孙来也，对吧？俺老孙来也。其实，在迷你世界中还有一个女生会说话，伙伴们，这个问题我来考考大家。我猜你不知道，如果你知道，把她的名字打在评论区。这个女生就是谁呀？